陆波动的山民们，现有浏河寨的猎人，私闯我灵山狩猎，亵渎神灵，今日开坛设典，以向祖宗谢罪。这个人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不能杀，不能杀，对，亵渎神灵。 乡亲们，我违建狩猎过界，并非有意。如果硬说违建有意闯入灵山，亵渎神灵，违建实在冤枉啊！不许他胡说！闭嘴！按照族规，三通鼓后，便可砍头祭祖祭天。好，击鼓。 把它解下来，祭祖祭天。我愿受。九九人如九火，不知苍天几时晴。将心比心爱，多难寻来。击鼓。 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要见你们华老寨主。华老寨主不在家。那就见华七哥。华七哥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刘河寨的刘三姐。刘三姐，往里传。刘三姐要见华七哥。华七哥，华七哥，华七哥，刘河寨来人了。多少人？一个人。谁？刘三姐。 嗯，传他进来。带刘三姐，带刘三姐，走吧，让刘三姐进洞。嗯，请吧，慢着。 想必你就是刘河寨的刘三姐了吧？小女正是。一个单身女子竟敢只身闯陆波洞，实在是令华某佩服。陆波洞并非龙潭虎穴，小女何惧之有？好，眼下本人正忙于祭祖祭天，敢问刘三姐，此时来我陆波洞，不知有何见教？ 我刘河寨人违戒，狩猎误入灵山，并非有意与陆波洞作对，还望多多包涵。眼下家父不在，按我陆波洞的寨规，凡私带武器私闯灵山者，一律砍头祭祖，这是祖宗定的规矩，华某不敢违抗。过去你我两寨误入灵山的事经常发生。
如果都用杀头祭天的办法来解决，这仇岂不是越结越深吗？你们刘和寨既然知道这仇越结越深，那为什么还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三妹早听人说，华寨老为人一向仗义，为什么七哥如此不爽快呢？一定要让我直说吗？灯不点不亮，话不说不明。三妹只身来到陆波洞，就是表示我的一片诚意，有何不能直说的呢？好。仇未报来怨未深，让我无颜见故人。今朝又来创灵山，冤仇不报难雪恨。玛瑙香包，对，就是这个拿玛瑙香包的人。七年前，在我们两寨交界处，糟蹋了我的妻子，逼得他含恨跳崖。这不共戴天之仇，此仇不报，华某还能为人吗？杀他！杀他！杀他！怎么能断定这香包是伪借的呢？我不管是谁干的，可我知道一定是你们刘和寨的人干的。俗话说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如果华七哥就这么乱杀无辜，岂不放过那些坏人了吗？那你能说出是谁干的吗？是谁我现在也不知道，但绝不会是伪借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穷猎人、穷山民能有这样的香包吗？依我看，在真凶没有抓到之前，是不是先把伪借放了？放了伪借，杀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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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冤枉好人！不是我们山里人的规矩，你们不相信我，可以把伪戒先留在陆波洞。放了可以，不过按照我们陆波洞的族规，我连喊三声，看看是不是有人肯收留他。为什么现在不试试呢？陆波洞的山民们，我连喊三声，如果有人肯收留他，这个人就归你了。如果没有人肯收留他，就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谁肯收留他？我再问一句，陆波洞的人，谁肯收留他？我最后问一句，陆波洞的人，谁愿意收留他？来人呐！过去。
谢谢，九妹，谢谢你了，谢谢。三妹，阿牛哥。又想留何债了？没有，这次要是没有九妹舍命相救，我这颗人头啊早就祭祖祭天了。我不想听这个。这几天我看你总是哭丧着脸，你是不是想那个刘三姐了？你胡说什么呀，三姐可是刘何债的一只凤凰，伟介的心里是一直把她看成最好最好的姐姐。他没和你联情，怎么敢一个人到刘伯洞去救你？你这个鬼妹仔想到哪儿去了？你才是鬼妹仔呢！吃饭吧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？难道你真的不知道？知道什么？Thank you.
阿爸回来了，这太好了。阿爸，一路辛苦了。哎，辛苦是辛苦一些，可也借此一行，好了，我们走吧，为乡亲们贩运些盐来啊。哎，七仔，我走之后寨子里怎么样啊？阿爸歇息片刻便知。哎，怎么不见九妹啊？哦，九妹啊，她现在正忙着呢，她和刘和寨的伟健在钓鱼呢。是吗？啊，快把他叫来见见。已经派人去了啊。哎，伟健，我都找你半天了。怎么了？你哑巴了？你看，你看，要不然能钓条更大的。我爹回来了，走。我不去。谁让你收留我的？莫老爷，晚生这厢有礼了。好，罗家公子，请坐。晚生已在贵府相扰数日，心中深感不安。在下意欲近日返乡，只是心中尚有一事还未言明。晚生不忍离去，还请伯父啊，但说无妨，不怕伯父见笑。自从晚生与阿娇小姐相识之后，晚生深慕阿娇小姐的品貌，怎奈客居他乡，只好自荐为媒，不知老爷意下如何呀？啊，罗家公子言重了。眼下正值莫府多事之秋，老夫心中虽然早有此意，但爱得张公子之面，唉，始终无暇提及。如今公子自荐为媒，正合无意啊。只要伯父答应，阿娇小姐垂爱，罗显无论怎样都肯。好啊，罗家公子尽管放心，我莫府乃一方土司，不会委屈你的。多谢岳父，小婿即刻返乡，将此喜讯报与家中二老。罗家公子啊，何必如此匆忙？与老夫之间，何不修书一封报以家中，然后择一吉日在府上成亲，岂不更好吗？多谢岳父。阿娇，方才是你找我吗？五姨娘，您来了，来，快快坐。五姨娘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张公子已来我家数日，你看那张公子人品如何呀？那张公子一表人才，满腹经纶，而且听说是才子，此次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小姐为何想起来问他呢？哦，我只不过问问而已。莫非小姐有益于他？五姨娘，这种事情怎好自己说出口？那我明白了。哎，三姐，我听罗四仔说，陆伯栋的华寨老已经回到陆伯栋了。
那伟介的事也该有个着落了吧？伟介的事啊，我看用不着咱们着急，自然会有人急。谁？华九妹呀、啊？你真是，人家怎么会替伟介着急呢？你不知道，我看华九妹对伟介好像挺有情有义，亏待不了他。这事儿用不着你着急了，你呀，还是为你自己的事儿操点心吧。哎、三姐，你真坏，真坏！哎呀，什么事儿让你们俩这么高兴啊？张公子，你也来了，跟你们学采药啊？你看，我这儿也采了一颗药草，这叫赤根草，除了根能入药外，别的都没什么用了。医书上说，这茎叶也可以入药，茎主清阳，根主阴浊，虽然用的不多，但于药理上也是有讲究的。哦，张公子也懂药。读书之人，诸子百家，琴棋书画，大都略知一二。张公子也懂画画，怎么不给我们三姐画上一张呢？锦妹，哎，三姐你真是，我们带她来雪山采药，她连献我们一张画还不行吗？金锦姑娘这么一说，张某只好献丑了。啊，锦妹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啊。好的。哎，张公子，你答应给三姐画的画，你可别忘了呀。本公子焉有忘记之理啊！锦妹，哎，张公子，你可别忘了呀！哎呀，三妹，你这么能干呀、啊，一天就采了这么多草药啊！不是我采的，那是谁呀？还有这样的傻子！哼！哎哎，三妹，田牛哥，啊，你和那个张公子回来了？他是跟我学山呢。也好，有了那个张公子啊，以后就不用我了。心眼那么小，哪还像个山里人呢？我不像，他倒像了。人家是要学唱山歌，他也是诚心诚意的。我看他呀，不怀好意。你倒怀好意了，有好意就坐在明面上。我家那些草药，是不是你给送的？我那不是为了帮你吗？帮我？为什么不跟我对歌？我看见那个张公子，老是围着你转，我心里烦。天牛哥，你这样可真不像刘和寨的人。人家张公子帮过咱们，也从来没有小看过咱们呀。你无缘无故的在这生闷气，不怕人家笑话？天牛哥，我看张公子这个人不错，和咱们刘和寨的山民一心一意的。给。我。三妹，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吗？张公子，哦，是五姨娘啊！啊，这画上画的女子清秀俊雅，不知画的是谁呀？连日来稍有空闲，胡乱画几笔，
聊以消愁解烦。是啊，我见张公子一连几日不出门，恐怕有什么心事吧。啊，这几日唯望在整理山歌，读一些古诗词。是不是没人跟你对歌才不出门的呢？吴姨娘，此话怎讲？我就直说了吧，张公子可有心与我家小姐联情啊？这，吴姨娘，没忘此次来只是采风，收集一些山歌民风，便要回去了。婚娶之事，也就不多想了。那，我怎么回复我家小姐呢？你可转告大小姐，就说我多谢她的美意，只是婚姻大事，没忘怎好自作主张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我就这么对他说，这等婚姻大事要等张公子禀告过父母之后才能够决定呢。吴姨娘是聪明人，威望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，何必要明说呢？那好，我就这样转告了。多谢吴姨娘。陆伯东的山民们，大家听着，今天我儿华七仔与刘贺寨的伟介拜同年打老更，我儿华七仔长伟介三个月，七仔为兄，伟介为弟，从今以后他们二人结成生死之交。苍天作证，我华七哥，我伟介，愿结成异姓兄弟，指天为誓，歃血为盟，如有背叛，天地不容。喝鸡血酒。
回老爷，化贤灯那个老家伙不但没有杀伟界，反倒要招伟界为婿啊。怎么陆伯东没有杀伟界？回老爷确实如此。哎，老爷老爷老爷呀，老爷老爷，哎呦，大少爷，老爷病重了。父亲，父亲，孩儿在此，孩儿在此啊。真的会有这事儿？父亲，区区小事，何必如此挂心？陆波、刘河两代的冤家械斗是迟早的事。父亲，尽管安心养病，让我再想办法。那个刘三姐，着实厉害呀、啊！我儿不可等闲视之啊！孩儿知道。哎，铁牛哥，我去烧点水啊。好。哟，哎，你衣服怎么破了？我给你补一下，你去拿针线来。哎，哎，三妹，嗯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哦，在柜子上。哦。想念哎，不怕浪打滚。
铁牛哥，针线呢？你看那画像像我吗？像，又不像。到底是像，还是不像？这三姐啊，也不知道她怎么了。昨天我都看见了，她跟那张公子啊，说了好半天话呢。哎，我听张公子说，莫猜人真的中邪魔了。他莫府不是会请人赶鬼吗？哼，再说了，这事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赶鬼，咱们就赶人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咱们呢想个办法把那个张公子给他赶走。哎，对，你赶紧想个办法。哎，可是他在莫府衙门里，那怎么赶呢？要不你就说打鱼闹僵。哎，对，打鱼闹僵。哎，太好了。然后啊，你就教他唱鱼歌。对，唱鱼歌。对。唱鱼歌，唱鱼歌。哎，咱们就把他给飘走，他不认识路啊。哎，对对对，他不认识路，对，他找都找不回来。好了。哎呀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走，咱们去找伟介去。胡闹！三妹她绝不会同意。山翠竹，平地水。